健康所想，再生障碍性贫血严重吗？王存邦，成都京东方医院血液内科主任医师。再生障碍性贫血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疾病。再生障碍性贫血的严重程度，根据以下类型来进行判断：一、急性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，这类疾病发病急，病情重，症状比较严重，疾病发展比较快，很快会出现感染或者是出血，尤其是颅内出血，这也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。二、慢性再障，这类疾病起病缓慢，病程长，病情相对急性再障略微轻，如果经过适当治疗，患者可以获得长期的缓解以致治愈。三、慢性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，此类疾病病情发展也相对比较快，愈后不佳，如经过系统的治疗，部分患者可以取得良好的效果。再障的严重程度取决于血红蛋白、血小板、粒细胞下降的程度，如果下降快，程度低，危险性就比较高。专家提示，再生障碍性贫血的严重程度与类型有关。一、急性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，发病急，病情重，症状比较严重。二、慢性再障，起病缓慢，病程长，病情相对急性再障略轻。三、慢性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，发展较快，愈后不佳。